对？我这个人反而个性蛮害羞。是吗？干嘛那么害羞？对啊，今天见到长辈耶，所以应该是更加可以撒娇的时间。我自己的奶奶。是啊。从小就是奶奶，就是跟奶奶一起住了，所以就是奶奶带大。对。所以就是对长辈就特别的喜欢。哇，那所以你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跟奶奶说？会啊会啊，像我之后拍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要哭戏，有压力。因为哭戏的话，我就会什么，就会我就会去旁边沉淀一下，然后然后就想想他，然后就哭了。哇，那跟奶奶之间有没有比较一些属于甜蜜的回忆呢？我觉得全部的回忆都甜蜜。哦，又来了，这一台。对啊，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奶奶带大，就是都我觉得都很甜蜜。哇，好，每一刻都很甜蜜。那今天就把饭，你喜欢吃饭多一点就放多一点了。肉，我喜欢肥的，好肥的，一块肥的，一块瘦的，好，这样子很好，这样才好吃。这个怎么？这个叫栗子，好，香菇，香菇，好，有的人喜欢多吃一块香菇，就可以多放一些，对，香菇很好吃，好，然后再用饭盆吗？对，再盖，把它盖满，好，盖满。好了，我觉得这里都没有什么困难，难的在后面。男的是，就算他用讲的哦，你也弄不起来。真的吗？因为要包绳子要绑起来啊，这个才是难的。这不就跟包水饺一样吗？不太一样，因为水饺可以直接把那个皮乱捏这样子，还可以捏成爱心的形状。好，那我们请我们的那个杠杆小姐。可是我的饭，怎么变饭团？好，很好，很好，很好。其实我觉得哦。就是要有创意，你打破你原本对粽子的框架，你从粽子跳出来，把它当披萨包都可以。好，然后绑绳子。绑绳子吗？哇哦。好。小雨，那个绳子会太低。这样。造景。这个会太短吗？不会。我现在觉得已经不是绕颈的问题，是报警比较快一点。叫警察来救我，说警察，我的粽子坏掉了。很好，看起来确定这个已经很像荷叶包。两圈就可以。好，两圈就可以了哈。跟打麻将一样哈，打两圈就累了。太绳子太短不好。好。然后接着把剪掉。欸，我就想看它掉下去啊！好好，来剪刀，来剪彩哦！不行，我还是买。都还是专心拍戏好了，不要卖粽子。哎，我的粽子毁了。他的粽子已经这样子掉起来哈。哎，我怎么觉得你有偷吃布的感觉？没有那个线头要拉出来的感觉。它整颗掉在地上。对，我的都掉。对呀、啊，我们长辈也一起来哈。我太贪心了，我料放太多。好，我们最近很妙，这个音响两只一起开。哎，好，这个包子好。好，那你还救得到吗？好，现在又被打枪了。哦，阿嬤刚这样子放前后有什么不？所以会变这样。好，我觉得他的粽子快要像孔雀一样开屏了，再过十分钟就开了。旁边没压脚凳就没出来。哦，交叉。哦，交叉。好。没压的话，脚凳就很好。他的那个漏斗有点小哎。挡住他。对。不是会挡到他。对对对。啊，不然你去那边就。好。那个阿嬷不急，没关系。好，会开哈。我们拍完这个，不，我们包完这个粽子，我们就来做联防。
那当然今天除了就是要跟长辈们一起包粽子之外，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宣导，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不是只有节庆的时候要多陪长辈，而是平时的每一天都可以去留意身好去留意他们身边的一些需求跟需要，然后呢同时之间我们也可以去主要只要你也要看到长辈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都可以主动去提供他们协助。哦，其实这样子啦，阿嬷，我好，好，不然这样子好了，既然今天玩得那么开心，那个六月十五号你要办生日见面会嘛，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同时之间就邀请这些人当你的嘉宾好了，来吧。就是我六月十五号要办一个生日会，然后到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表演，然后也就是跟大家互动啊，然后到时候可以邀请姐姐们一起来。对啊，嗯。OK， 那我们就。